家好，我是凯文，今天要和小艾丽一起来玩限量版的快手叠杯的游戏哦。那么现在开始 ，Let's play。小艾丽，这个快手叠杯为什么是限量版的呢？不清楚呀，为什么是限量版呢？首先呢，这个铃是闪闪发光的，看看，光铃声是不是也变得不一样了？还有杯子，哦，多达30个呢，多了这么多呢。哇，变了很多，然后我觉得问题会变得很难呢，是吧？还有些朋友不知道快手叠杯的规则，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规则吧。小艾丽，那翻开照片呢，这样，然后再敲一下铃就可以了。哇，有宇宙飞船，还有鹦鹉，还有衣架呢。这个冰淇淋上面的樱桃记得要用红色的哦。这些都要这样摆放好，像这样。哦，小艾丽，像这样竖起来的呢，要这样叠起来，横着的要成一字排开哦。知道了吗？然后呢，再敲一下钟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玩一局怎么样？好呀。好。哦，这游戏可以6个人一起玩哦。不过今天只有我们2个人。那么小艾丽先抽吧，你先来。好的。好，按照抽到的卡片摆好杯子，再按一下铃就算完成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开始。哦，什么，红色、蓝色、黄色、黑色、绿色。小艾丽，你真的看见了吗？我们先来对照一下吧。蓝色的、红色的、黄色的，头是黑色跟绿色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卡片是我的了。1、2、3。哦，这个，哦，横着的，蓝色、红色，然后是绿色、黑色，啊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横着的挺厉害的嘛。小艾丽，这个是小艾丽的了。我们先得到3张卡片的人获胜哦，好不好？好呀。好的，接下来我先抽，1、2、3。哦。这条卡片是凯文的啦。这我停下来吗？知道了，再一张，艾丽抽卡片。好的。冰淇淋，黄色，然后是绿色、黑色、红色。啊，成功！哦，你看，黄色，什么？绿色？啊，再来。小艾丽，哥哥这还是让着你的呢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是吗？那么获得3张卡片，第一局凯文获胜。小艾丽有信心吗？哦，真的吗？不过凯文哥哥，我是小朋友呀。你让我3秒再开始吧。让你3秒。这样的话试一试，我觉得我还是会赢的。不过这3秒你要慢慢数才行。好的，让你3秒再开始。这次我们拿2套杯子，抽2张卡片，然后这样摆好，怎么样？好的。好，连续2张完成之后再按铃，知道了吗？好，我让你3秒再开始。好的。那么小艾丽先来抽卡片，一次抽2张，然后一起打开。凯文哥哥一定要慢一点数，知道吗？开始，1、2、3，开始了。然后。哦，什么？哦，确认一下，这个黄色、红色，没错吧？真的，我让你3秒，小艾丽肯定能赢啊！才不是呢！啊，好吧，这2张卡片归小艾丽了，这次起来抽卡片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，开始！1、2，我在开始，3、2。什么吗，小艾丽？哦，什么？哦，小艾丽！怎么了？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啊，真是的，小艾丽已经有4张了。哦，我让你3秒，对我太不利了。这次减少到2秒。好吧。好，2秒。
这次小艾丽抽卡片吧。嗯嗯，同时翻开，一、二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这次都是横着的。一、二，要开始了。哇！现在呢是1-1，那我们最后一局定胜负吧。好吧。这次我们有三套，三套，我们把三套杯子好的都用完，然后决定最后一局的胜负怎么样？一局定胜负哦。好呀。好吧，那么行吧，这次我也晚点开始。嗯，不要，这次呢，那我们就同时开始。哦，完全公平的。嗯，你有信心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先抽三张，一、二、三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准备，准备，开。是，哦哦，哦都是竖着的，哎呀，小艾丽，哥哥赢了。今天跟小艾丽一起玩一玩限量版的快手叠杯游戏了。小艾丽限量版的是不是很特别啊？嗯，特别是特别啦、哦，不过我还是喜欢以前的，这个杯子太多了，我都头晕了。下次玩回原始的吧。嗯，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会带来更多有趣的视频的，朋友们再见啦！我们去玩原始的吧。